玩公主连结吗？你今天一定要抽那个泳吗？今天那个泳池金发的那个，给他抽起来。你有那个，你恨着走啊！泳妈一定要抽。你那个关卡跟竞技场石头挖一挖，就你一定可以，再衰都一定有保底。啊，十连就中，你明天就不用来上班了啦。十连就中，我明天不想看到你。浅笑死。肥宅，肥宅，肥宅，これだったらいい。肥宅，肥宅，肥宅。人家讲你们肥宅，你们就这么喜欢在那边七七七，然后很开心啊！我说你们肥宅，你们就在那边干干叫。肥宅，你们才呵呵耻嘞！你们妈的，还敢讲台湾女生崇洋媚外？你们才嘞！你们日日耻。我要问，请问黑龙能躺过吗？这会不会太难？少比较贵一点，而且可能因为不是热门游戏，所以又没有优惠。好啦，算了，找观众免钱的最便宜。干超好笑，我怎么讲话这么好笑啊？我真的不愧是。刚刚中间是可以躲，是不是？炒咸蛋、啊嗯、有吗？会有吗？三位吗？对，三位，然后一个炒意面，好，然后哎，小梅说想要吃苦瓜、啊哎。不要这样子，不要这样子，不要这样子。谢谢大家。然后我刚刚加码，所以全体的座位票加码商务舱来回。哇！再加码豪华组合餐，看到时候餐厅有什么，好不好？不是，说老实话，高铁商务舱跟一般餐厅没什么差别，可以不要、啊。是吗？是吗？没有啦，我的意思是说，就是要献诚意给大家嘛，真的让大家加码再加码。到那边的时候，请一点酒就好了。哎，商务舱很棒，好不好？商务舱超舒适的，不管我要订商务舱。我们是精打细算，就连肯德基那一集都是。我想坐商务舱，你为什么要？你自己坐商务舱就好了啦。我也想坐商务舱。坐好啦，我都自由坐啊，我都自由坐啊。气死！我的确不是靠外表，那又怎样？我就真的只是一个宅宅而已。我知道我只是一个宅宅，好吗？我也不想被写，拜托你们不要再写我了。我只想看动画，我只想打游戏，我只想开实况。我连 YouTube 影片都是偷懒剪辑我的实况精华，我拜托你们不要再写我了，我的世界就是这么小，连我的室友都觉得我他妈无聊的爆，连我的室友跟我的助理都抨击我无聊的爆。OK， 干，人家都会念抖内反观，干，人家抖内都这么多，反观怎么样？要反观是不是？人家抖内这么多，反观。你们抖我就念啊，敢不敢抖？敢不敢抖？抖啊，抖啊！衣服这样穿，对啊，它又是很大啊，然后就可以这样子。
要怎么穿就可以。我不要啊，我就不喜欢把衣服穿好。第一次认识我吗？